懂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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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个章节是一个类似神父的人，我不知道，刚刚看封面，他是一直长得像神父的，要是前面有挂那十字架，通常只要看到挂十字架，我都觉得那是神父。然后梳那个油头有没有，神父不是很多都是这样子吗？操作说明 OK 的。杀戮的天使，入港的恶魔，第三章，Mark 安安哦。努力的把扎克拖出来。第一个想到是耶稣，问号，为什么会是耶稣？你是想到什么东西想到耶稣去了？哦，你说十字架吗？问号。扎克到 B two 了哦，扎克，超久没有看我实况了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还好你还记得我，真的太好了。都好了吗？可是。喂，你就走吧。不可以，还不行，血都还没止住。血，我说过了，水电伤不算什么。不行，伤口没有愈合，如果裂开就危险了。不是说了吗？没问题了吗？不行。瑞，你，看我那副奇怪的表情。点点点，点点点，点点点。扎克，流了那么多，最好止得住。谁知道啊？陈扎克他体质真的是异于常人吧？就跟某部漫画，就跟某部漫画里面的人，有没有怎么样都可以活下来一样啊？每天都看我有没有开台的时间都不对。你可以去那个啊，去 FB 说那个什么，那个关注啊，因为我通常都会开台，我都会在那边写啦，就会公布一下时间这样子，因为我时间都不一定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扎克，不是那个量什么看什么的，还有怎么样都死不了啊，我觉得扎克搞不好跟他差不多了，还好只是失去了意识而已，扎克还活着，他该不会想把他缝起来吧？不过不能再勉强搬运扎克了，也不能把他叫起来走路，而且这些血这缝合伤口是不够的，所以，瑞伊的表情变丰富了，对啊，他表情开始变比较多了，主角不死定律，不是那个家伙真的也蛮扯的啊，那个不死的那个家伙，而且瑞伊他真的是有强迫症哎，一想缝伤口。幽门安，主角光环，没错没错没错，还得止血跟消毒。找看这楼层有没有什么药物之类的东西吧。扎克，稍微等我一下，我一定会帮上你的忙。我说，常说你在挨什么？这游戏跟我们恋爱喜剧，所以在我回来前，请一定要。赶快，得赶快去找药才行。没有，还有呼吸，但没有醒来的迹象。这时候应该可以帮他缝吧？不行了，等他在睡着的瞬间，就是要第一件事帮他缝东西，因为人家喜欢你才担心你。喂，管风琴的声音。哦，神奇的火焰发光了，总觉得这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呢。什么？什么？倒下的蜡烛冒出了烟，这个烟总觉得有种……
甜甜的味道。嗯，刚才是怎么了？一瞬间精神恍惚了。不，比起那种事，得赶快找到给扎克用的药才行。神所期望的是毫无污秽、毫无虚伪之人，扪心自问自己是什么人吧？是被期盼着的活祭品，或是天使、神父，还真是神父呵呵。若是二者皆非之人，并且寻求神之救赎的话，坦白一切，忏悔吧，忏悔。这礼拜堂吧。在一般教堂，莫非眼前的这是忏悔室？那么这里就是救赎？他会不会曾经见死不救，所以才让他变这样的？有扇门被关闭起来了，在中央有"如明为和"的问句，这里用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吧？嗯，瑞吉尔加德纳。哦，开了。也对，有是忏悔室啊，啊，那跟忏悔室有什么关联吗？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哈哈人家，人家唐装在说自己打错字，然后布莱克以为在说他，一个美妙的误会。先不要进去，我先存档。进入吧，如果有药就好了。嗯，走吧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嗯，甜甜的香味好像变得更浓烈了，是错觉吗？嗯，没有出口，怎么会？我得赶快找到药回去才行，得找到出口才行。但是，小瓶子倒放在椅子上，获得小瓶子，里面什么也没有呢？这是墨水瓶吧？哦，有人在写字，墙壁上有字。瑞伊不是瑞伊啊，那种事就不要在意了，是小细节，对不对？吐出你的罪孽，即使仅是收进小瓶子也行，那将成为证明。接着仔细注视着那证明，你会作何感想？为了知晓污秽的大门已经大开启。嗯，对这个瓶子吐出罪孽是指什么意思呢？没用啊。吐出你的罪孽，若不了解的话，只要将其撕裂、拉扯出来即可。不懂欸，什么撕裂、撕裂、拉扯即可？来学习学习各位的频道特色？问号，我没有什么频道特色啦，我的频道特色就只有那边耍北兰而已啊。有人肯来看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要一面镜子，又有写字，看自己的模样吧。究竟是祭品、迷途之人，亦或是恶魔？但神所期望的是毫无虚伪的姿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墙壁上会出现文字？还有，看着自己的模样，是指这面镜子？嗯，镜子映照着我的身影。映照着我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还是要学习。你是无知之人，亦或是在欺骗自己？这里是忏悔的房间。若想离开这里的话，将自己的碎片握于手中，了解自己吧。睡觉了。
刚才的我就这样留在镜子上，真奇怪的镜子。不过带走这个碎片吧，自己的碎片大概就是指这个碎掉的镜子。所以说，好奇怪的镜子哦，与其说镜子，倒不如算像投影，投影出来的东西一样，还是要学习学习，迷幻药吗？有可能哦，直接把它割掉比较快啊。哦，怎么了？应该是迷幻药之类的。这里是哪里？而且也没有出口。写的写什么？你的双眼能看见自己的罪孽吗？若是那早已被涂黑的话，那便是自己所造成的。你是将那份罪孽给消除了，还是根本没意识到那是罪孽呢？若是自己遗失的罪孽，那就在将其完成，接受从中流泄出来的罪孽吧。再一次完成罪孽并且接受，是只装进这个瓶子里就行了吗？画着一张少年在日落时分赶路奔跑的画，那是什么？一条蛇的画，拿着猎枪的男人，黑黑的，是不是在这？是不是在这里完成什么东西就好了？拿着猎枪，蛇，少年，这个吗？哦，被割裂的裂缝中掉出一张画着羊小羊的纸，获得小羊的图案。猎枪的前端被从被割开的裂缝中探出来，好危险！把那种子弹会把瓶子弄破的。这时候不是担心这个吧？哦，每个都要割是不是？母羊的纸，母羊的图画，哎，一条蛇，哈哈哈，好可爱哦！他只是直走哎，那割开这个少年，啊靠呀！画上的少年一边发出惨叫声，一边掉进被割开的裂缝里。药会错乱，精神错乱，有可能，应该是。尖叫声装不进瓶子里。公羊的纸。反正每个都放进去就对了啦。哦，有东西了，杨家族的照片。若是那是自己遗失的罪孽，那就是将其完成，接受其中从其从哎、欸，接受从其中流泄出的罪孽吧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破坏这幅画就行了。他眼睛是变怪怪的。红色液体从中流出，这个液体的话好像可以装进瓶子里。靠，怎么了？我中毒吗？刚刚那是什么？把液体装在瓶子里呢，又能怎么样？搞不懂，而且也不能当成药。那么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吧？还是先回去看看其他的吧。堵住你的罪孽。罪孽，是门。到刚刚为止，这里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不过这无所谓，这下终于能出去了，走吧。好暗了，这样不管是要找药还是前进都很困难。
而且这里也有甜甜的味道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这味道虽然很甜，但好像又有股腥味。你这边是不是有点荡啊？奇怪，我有点恍惚了。没有门？为什么？明明我得赶快出去才行啊！总之，还得再找看看出口在才行，再看看有危险的。好像有点荡哎，真的。我的脚印是鲜红的，这个不是我的血，可是那会是谁的？不管是谁的都好。没有时间在这里驻足了，还得帮扎克治疗才行。无缝接轨，哦，这里，原来是门，从这里传来的音乐声。味道更甜了，是因为这味道关系吗？意识有点模糊，果然有点晕了吗？这管风琴声是从哪里传来的呢？你的忏悔算是什么？你是诚心诚意祈求救赎，并且为此忏悔的吗？你能向神献上你真实的罪孽吗？但是在那之前，根本看不出你有罪恶感。若想祈求救赎，就在这里展示何为罪孽吧。在这里展示罪孽，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莫名其妙。但那样做就能得到救赎了吗？就可以从这里出去了吗？靠哦！我梦过这画面呢，天使的话，使用一体不就能转世罪孽了？我梦过这画面呢，好熟悉哦。刚才突然觉得这个画面好像哪看过，好像以前曾经梦到过。对啊，刚才眼睛又怪怪的，就是变成紫色的时候，他眼睛又怪怪的。好吵，耳朵和头总觉得都非常的痛。您穿越了，穿越什么啦？果然一切都是幻觉。这里是教堂，教会。